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348集的节目。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先做这一款非常精彩的小比例玩具 New Age 所推出的传说英雄系列第25号的情报员和第26号的战斗员。那么情报员都是 OK， 就是可想而知应该是巴莫比吧啊。那么呢，这个经常被人斩成两半的呢，则是战斗员啊。这个明显的这个战斗力应该是反过来的啊，不过在 G1 时代确实是应该是这样子设定没错吧。盒子的左右两侧呢都是对称的两个人物，背后的话呢则是一个看起来像要被从背后对 Mega 主开枪的这个战斗员。行，那本身的话呢这一款呢非常的精彩，所以呢我会呢先在今天的话呢安排时间把它给做完。我知道大家呢比较想要看那个 BS02 的破天翼，那我承诺今天是礼拜四，我礼拜五呢一定会准时把它上传的啊。那因为我现在的工作使用电脑的时间来讲呢压缩的非常厉害，有时候影片的转档会花我很多的时间，所以呢我要挑一些我睡觉的时间来做一些影片的转档。那由于这个破天翼的话呢我会花比较多时间去做一个解说，所以影片转档时间也会比较多。那为了不要造成我闲着没事做，所以我会在我睡觉的时候呢让电脑去跑一些影片转档要花比较多时间的节目。好吧，那我们就开始来介绍这个非常欢乐的二人组。那么从盒子里头他们是车形态啊，那我还是要讲一下啊，以车形态出货的包装真的是比较辛苦啊，这个包装人员必须把他们变成载具啊，所以呢质感来讲的话呢是比较没有问题，可能比较不会缺件啦，我是这么觉得啊。以载具形态出货的话，那我实际上拿出来的时候呢对这个玩具的尺寸大小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惊讶。那么呢这是这个官方的一个指挥官机啊，你看到指挥官机竟然是他们的两倍大啊。那甚至的话呢我们拿出一个这个破天翼的这个头啊，破天翼的头跟它放在一起啊，放起来大小也差不了多少。那么玩具本身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有质感啊，除了说这个髋部啊，可能髋部的这个关节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松，但是这是一个球形关节是没有办法的。可是呢我意外的发现呢，你看到吗，它呢球形关节之外它的外面包覆了这个浅灰色的部件，它还有多做出了这个凸啊，去强化这个球形关节的紧实度，我从来没有看过有厂商这样子做的啦。我只能说这个确实是让我有点小小的惊讶，有点小小的感动了。但是呢可能是因为这个浅灰色的塑胶呢还是稍微是偏软一点点的，它跟红色这种塑胶的硬度是不一样的难免还是被撑开了啊，所以呢这个没有办法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改善。那玩具本身的话呢漆面上的也是非常的好看，这个红色的这个战斗员啊，眼珠子的话呢是一个水蓝色，而且还有金属光泽，胸口的这个挡风玻璃也是一样的。翻到背后啊，这个红色的漆面啊，看上去以这么小型的玩具来说真的是非常的惊人，身上的零件数呢也是达到了让我真的是到了不得不用瞠目结舌来形容的，实在是太恐怖了。头部的话呢可以从后面看到是一个球形关节，然后呢手臂这里也是球形关节，360度的转动没有问题，二头肌可以转动啊，二头肌可以转动，然后呢转一下给各位看一下啊，二头肌可以转动没有，只是它是偏下面啊，然后呢手臂的话呢前后也可以反折打断，变形的时候是有需要用到的，拳头呢有一个球形关节也是可以转的，腰身的话也可以转啊，还有一个往前俯身，当然这是变形的时候有需要用到的，脚前后左右踢外摆内收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呢小腿后面的这个红色的板子呢，如果你把它推到侧边呢，就像我一开始啊我是故意把它推到侧边的话呢，它的一个膝盖的一个幅度呢可以压得再更大一点，但是如果你推到一个标准定位的话呢，它能推的一个角度呢是达不到90度的。那么这个战斗员的话呢附带一把大枪啊，有大枪才能够成为一个战斗员嘛，对吧。然后呢他呢还有附带另外几个这个小配件啊，先给各位把它恢复一个原状啊，这里把它给恢复到他的一个原来的一个形象。脚的话也是一个接地的、站立性没有问题啊。他呢附带了几个这个是附在车轮上面的，他居然是有磁铁啊，非常的了不起啊。所以你到时候在组装上的时候它直接吸在车轮上，这个
真的是让我觉得做成这样，你是要逼死谁呀？他本来是在这个东西上面把它扭一下就下来了啊，它的配件真的是还蛮赞的。那么另外呢，都是这个 Bumblebee 啊，Bumblebee 的话呢，就我有很多朋友说啊，这个 Bumblebee 是比官方的 MP45 呢还要厉害啊。但是呢，我的话呢是没有玩过 MP45 啊。我也是怕惹祸上身啊，所以我就说我没玩过啊。确实我是没有玩过 MP45 啊，应该说44号之后啊，我几乎就不太碰官方的 MP 了。那么这款 Bumblebee 的这个鹅黄色啊，非常非常的漂亮，我个人觉得是很精准的一个 Bumblebee 的一个颜色了。然后它的附件是一个小枪，可以看到，以及呢它后面呢这个轮胎是圆形的一个轮胎，这是可以做一个替换的啊。我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它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六角形的一个包包，你可以呢从这个地方把它给转下来啊。但是呢，这个拿下来的时候是比较偏紧的。那我个人的话呢，会使用一下这个道具呢把它给弄下来。那这个我就暂时不考虑用这个，我装另外一个东西，就这个飞行背包啊，轻轻一扣就扣上去了啊，然后就可以实现这个飞行背包的一个画面。好，情报员飞在天上啊，真是，也可以这么说了啊，反正侦察机也是飞在天上嘛。那这个背包的话，取下来比较没有问题，公差是算得比较好的。那平常的话，我还是会习惯用这个了啊，圆形的这个轮胎了啊，我们就今天就用这个来做展示吧。附带的小枪啊，是没有任何涂装的，跟它身上的这一个灰色的这个。质量的话，好像是比较接近的。那这个 Bumblebee 的话呢，我手上这个 Bumblebee 的一个髋部关节比较紧一点点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颜色的塑胶，跟这个颜色的塑胶是不是这个紧实度上是有一点不一样。Anyway，反正我手上这一款的话，我感觉是战斗员是比较容易偏松。那么大黄蜂的不对，情报员的话呢，感觉是比较好一点点。那不管是哪一款啊，身上的漆面啊，表现都是非常非常精彩的。我们现在来讲解一下这一款 NA 推出的情报员的变形过程，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那我个人的习惯呢，是先把这个角呢做一个翻转。怎么个翻转的意思呢？它就是说呢，你看到吗？这里有一个凸，这里有个凹，这两个地方呢是待会是一定要结合的。我们就朝这个方向先到这儿，再来的话呢，把这个原本这个小腿后面这个板子呢先转到侧边，掰到侧边去。好，先到这儿吧啊，相对应位置呢你就会记得一下。再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像引擎盖的这个口啊，把它给打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打开。再来的话呢，把它呢从这个地方啊，这里是可以滑过来，转到这个缺口来。那这个地方记得再把它转回去啊。然后呢，你可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以这个地方车头这个形状呢作为一个转折点。你从把这个地方呢从这块部件稍微转一个角度推过去，再转上来到这盖起来，哎，它就会到这里变成一个车子的一个头部。然后的话呢，我们这个记得啊，我们这块部件的话呢已经转到侧边这里来了啊，刚刚是塞在小腿后面嘛，我们这个时候就从这个地方利用这个球形关节挨过来，靠上去就形成一个车头了。另外一侧的变形呢也是一样的，先把这个部件给打开，这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打开，然后呢把这个地方给转出去到这儿，再来呢我们看看啊，以这个形状啊，看到没有？这个车子的bumper 在这里，然后你就稍微推一下，转一下，到这儿把这个形状呢给拼凑出来，最后的话呢把它呢给挨到。这个地方转到这个方向啊，你要利用这个地方这个球形关节，把这个腿部呢给挨到这里来。好，趁这个时候呢，赶快呢把两腿呢做一个简单的合并。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车头变形就已经完成了啊，非常妙，也非常简单的一个过程。再来的话呢，把这个腰部呢旋转180度，然后呢把这个整个屁股的话呢给完全的塞到车头里头去啊。看起来的话呢，有一点非常猥琐的感觉啊，没关系，你记得这个相对应位置就可以了。再来的话，我们把车头的顶部这个地方给翻上来，整个的给翻出去啊，翻到这儿。再来的话呢，把这一块部件呢给翻出来打开，这里也是一样，翻出来打开。打开之后啊，记得啊，这个是记得这里了，这里有一个凹槽，上去再过来，一个直角上去再过来，我们就顺着把这个手呢给推进去，然后呢这个手臂的转折方向啊，就顺着这个方向去扣，把这个塞进去，这个地方呢一样。转轴转到这，但是这里要记得手臂呢要把它给打折、打骨折。我们这个拳头是要往外转，放到外侧，你就顺着这个沟槽放啊。
这里也是一样，顺着沟槽把它给推进去。你看到没有，这个手部的开口在哪就往哪摆，只是呢手肘啊记得要把它给打骨折，然后呢把这个啊是拳头是收在外侧，到这已经变形已经差不多了啊。再来的话就直接的把这整个部件给往上翻翻上去，哎，到这你就发现怎么样，就把这个部件先往旁边推开，这里塞进来，到这推过去，看到吗，这里做一个最后的一个简单的结合。其实我已经忘记，没想到这么快就变完了啊，连我自己都惊觉到说，哎，天哪，已经变完了是吧。嗯，就这样的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卡扣的一个小密合。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一款 NA 推出的情报员。当然这个战斗员的变形呢也是一样，差别只在它的一个胸口呢多了一个翻动的一个关节，这样子它的变形过程呢就都大功告成了。它的载具形态下呢，刚刚的这些武器啊什么的呢是没有地方可以收纳的，只好暂时把它拿到一旁去。然后呢大红凤的话呢，如果你要的话呢，你后面呢这里一样可以安插这个飞行背包啊，但是我个人觉得蛮蠢的，我们就不干这种事了啊。轮胎的滚动性呢还算可以啊，基本上呢变形到位的情况下呢滚动性呢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呢这一款战斗员的话呢，因为我已经把这个磁铁的这个部分呢给吸上去了啊。那这个磁铁吸上去之后啊，因为我们手容易去碰到啊，所以有时候可能还是会被我们碰掉，但是你光是这样子摇它的话呢它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啊。那我们就这个如果你要给这个情报员装，当然也是没有问题啊，因为磁铁的话呢都是一样的。我们这个部分呢就暂时呢都先把它给取下来，看一下它的滚动性呢也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啊。那两者的漆面也都是非常的好看，再一次的跟各位来强调，这个玩具是非常的小的啊。那我们如果拿出这个破天翼的脑袋啊，跟这破天翼的脑袋是完全是一样大而已。那漆面的表现的话呢，各位也可以看得出来了啊。那至于上方的这个分隔线，这个呢就如此这般了啊，毕竟是一个零件数这么多啊，然后变形如此精妙吓人啊，就是看上去呢好像很破碎，其实呢两三个步骤呢其实也就把它给变形完成了。整个完成度的话呢又刷新了我的一个新的一个三观啊，没有想到这么小比例的玩具呢也能做到这么样多的零件。那么呢我先前也讲过了啊，目前来讲的话呢，以各个第三方来说的话，以小比例的玩具呢，我认为是第三方的这个收藏里头呢是可以值得优先去入的。那目前的话我觉得 NA 的话呢确实帮我证明了这个理论是 OK 的啊。其他的这个比例的玩具的话呢可能比较难跟官方去匹敌，但是小比例这一块因为官方感觉不是很热衷去做了啊，那么 NA 在这方面的努力呢是真的看得出来的。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进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拜拜。